没碰到，没碰到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是靠这里定位的嘛。那还差这么多呢。工程师怕他会冲过头，这样调的？没有，他是靠这里调，但是他是靠螺杆两个螺杆顶位定位，他也要把螺杆调走。你就不用螺杆定的话，他也能停。他就怕他每次冲过头。你把这个电影一上去，它就亮了个这个。这观众量就大了，是吧？对啊，观众量就大了嘛。